the good girls you take out for dinner, but all the bad girls you take out for liquor. All the good.哇，漂亮！小组女排在连续的多板攻当中。翔宇二号位斗二打了一个，翁翔宇二号位有斗二，这个球有一点短啊。两家快球打长线。推攻找副攻，给龚翔宇配了一个加三，配了一个。位置上换上了谢盛言，龚翔宇和刁琳宇的连线配合。2024赛季的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，现在是江苏女排和江西女排的第二局比赛。上来三连攻的轮次，一传不错，这球下手速度真快呀，自己垫一传。江苏这段时间一传稳一稳，好一个交叉，继续找前排主攻来发球。这几个球其实吴梦洁一传保障的还是不错，反击中龚翔宇这一球拐弯儿。防守起球，转移的很快。二号位背屏龚翔宇，二直线板。漂亮。其实也还是一传的问题啊。龚翔宇的大难度，好球！北京女排防得很顽强。但是首先看到了李非凡，这两个球刁琳宇给龚翔宇配的，发一个前驱。斜线没有打下去，无功过网。第二板的机会，看怎么组织。转移到后二，龚翔宇的二直线。哇，好球！张昊宁上来之后一传还是顶得不错，打成了3-3，双方进入比赛的状态都还不错。二号位的背屏。被防起了，再一次的机会，再给，这一次给到龚翔宇。龚翔宇在二号位高点打长线，
一传质量还是不太理想。这个防守很到位，后儿空网了，山东这边篮网手完全没起来。大的这个球，稍微有一点松懈啊，自己的一传送了两分。第二局呢，是海荣指导曾经叫过一次暂停。一传还不错，还是给到小雨，直线得分。